好，最近呢，好啦，我等一下念出你名字你就好了，我这边要上网的哦。好啦，你在讲话，好啦，看一下，屏幕一定要看仔细啊。什么前四图占十分，等角图占30分啊，所以等角图很重要。可是啊，我跟你讲过。这种少一个视图的，说实在的，要比较强的空间感，才比较容易看得出来啦。可是如果以这一题来讲，它说实在，它的结构没有很复杂。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。好，好，来，图一这个是第三角法绘制的俯视图跟右侧视图，看这里就可以知道了啊。参考线每一格是10 mm，所以你要看仔细。好，一实际尺寸画1:1，这个都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，绘制它的前视图。好，所以你要画前视图，再来视图规定哈，再看一下啊，这里这特别重要，左边画前视图哈，所以你左边画前视图。右边画等角图，有时候稍微注解一下，自己比较不会错啊。好，再来这里，所有绘制啊符合 CIS 标准1:1啊，一定要用视图仪器，好，黑色铅笔啊，这个都要看哦，你不要习以为常哦。我先一直讲，不要习以为常哦，绘制过程是做图线，请擦拭干净哦，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一下。好，来看一下，好，他很贴心的，好，他很贴心的啊、哦，有给你这个格子，好，你大概还可以稍微看一下怎么画。好，这一题哈、哦，说实在的，我说过，缺一个视图就比较难啊。可是你去看一下。这边有一个高，你可以看到，你这里把它分一二三，只有这三块啊。其实你只要解决这三块就好了。所以你可以看，对过来，一样宽度嘛，一样深度嘛，这个叫深度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深度不是这么宽，这么深吗？对过来一样的，找那一个线啊，跟它一样宽的啊，线或面啊。所以你去注意看，这里有一条线 A 选择，我们把它称 A 选择，这一条线跟它一样宽嘛。再来 B 选择是哪里？这一个面呢、啊？这一个面呢、啊？这一个面呢、啊？可是你注意看，它两个形状不一样，所以绝对不可能是这一个面，知道吗？它一定要形状一样才会面对面。知道吗？好，再来，只有 B 选择是这个这条线，对不对？再来 C 选择是这个面，一样啊，形状不一样啊，所以不可能是面啊。所以你可以看，我就是 A 线跟 B 线啊，所以我这里就可以很断定的知道，比如一，对不起啊，一，它是长成这样子。一是长成这样，对不对？它要就是最高的地方，比如最高的地方，好，我先这样子。要不就它在比较低的地方，一样嘛。我们现在看过去，用测试图看过去是没有虚线，表示一二三一定是一最高啊，三最矮啊。所以这里才没有虚线呢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一是在最高的地方，好，你可以看到三，一被用掉了嘛，A 选择被用掉了嘛，只剩 B 选择嘛，所以我就知道 B 的这个三，它一定是在这里，三一定是在这里。三一定在这里，
你知道，山里面是在这里。再来啊，你看啊，A 字都被用好了。再来二啊，二对过来，有这一条线，C 选择了这一条线，跟它一样宽嘛，一样深嘛，对过来是 C。再来这一个面，这一个面跟它有没有长得一样？没有，它是这样梯形的。这个不是梯形的，如果它长一样，它应该长成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它长不一样，所以这个面不可能嘛。这个面有没有可能一样长得不一样啊？所以只剩这一条线跟这一条线啊，C 跟 D 啊。可是如果二在 C 的这一个地方，请问你，它会不会分开？不可能啊，不可能啊。因为它连在一起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只剩这一条线呢，所以它是一个斜线、斜面，它是长是一个斜面。所以你注意看，所以这一题它实际上只有这样子啊，只有这样子啊，不是三个面而已，没有两个面啊。认一下啦，所以只有这样子啊，啊，所以你去看，好，这一条线是到底，啊，所以这一条线是到这边，对不对？这里。对不对？啊，再来这一条线，啊，这里要特别注意哦，这里对下来是这里，这里对过来是在这里，这条线是在这里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斜面画出来，是这里到这里，是不是？这边到这里，是到这里。好，这里画上来。好，现在是像这样子，可是这边要特别注意哦，这一条线到底呀、啊，所以这一条线到底，这里是应该有虚线，是不是？好，都画完了，看到原料什么反应？中心线，知道吗？所以这里。中心线，所以这边要有一段是中心线，这里重叠了嘛，对不对？这里是有中心线，一样这里重叠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边啊，这边画，所以实际上就只有长这样子，可以吗？啊，所以我现在这个我就不画了啊，这真的这么简单，我画等角图哦，知道吗？好，来，啊，这里对，开始，啊，妈的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好，接下来，OK 了吗？好，先这样子啊。好，现在来画等草图啊。好，你们都喜欢画方言纸，来。特别注意一下啊，这个在数的时候，其实这旁边是圆哦，你可以不用画。好，来，一二，这里三个，我只要画出有，因为它刚好在最旁边。好，等一下我跟你讲。好，再来一二三四五六个，所以再来，这里是宽度是三。深度、高度是一二三四个，所以两个比较大的加起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是六加四，所以画十个就好了。啊，你不要画九，这里是九，乘以六，九加六十五个哦。当你不会数，你画15个也没有差了，知道吗？啊，我们为了避免
你不会画，我们来画十五格好了。好，红姐，如果你要画这个，你可以看哦。我画这个就花了快十分钟，啊，所以等一下我要教另外一种。好，来注意看，我们现在格子画出来了。这个点哈，其实如果用这种方法，这个点要从这里开始画，你这样格子画出来才会刚刚好，知道吗？所以你要数清楚啊，你现在是在这里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往后面退三格，一二三，所以你在这里开始画，知道吗？好，因为我要让你区别，所以我用红笔画，知道吗？好，来注意看哦，这里就是我们要接椭圆板的地方，六，一二三四五六。所以我们只要接这两点就好了。好，椭圆板拿起来，好，拿到最大的那个一定是六，知道吗？最大的这个一定是六。好，拜托你把那个数字写上去。好，好，来，这里有一条线，对不对？这里有一条线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先这样子。哦，有没有刚好对着？有没有？好，往下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一条线，哎，对不起，这里对这里，这里对这里，可是只要画到垂直的地方就好了，水平啊，水平的这一条线，哟。好，这里画垂直线就可以接起来了，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好，过来，这边是三格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再画过去三格，啊，这边三格，是不是？对吧？好，再来。这边上去也是三格嘛，好，这边过去也是三格，好，再来，这边三格过来，到这边一格，好，这里要到这里。对，想要红笔有他粗的有啦，有粉红色的，我想要用粉红色的，彩色笔，我就会用粉红色。喜欢吗？喜欢喜欢。是啦，他都要二十年出头啊，你怎样？小齐，叫齐啊！这是我来卡的，叫我齐。啊，结果完了，要再见了，齐拜。顺便来骂我张亚一下。哇！过来啦！对啊！过来！哎，你们家里搞问题干嘛？哇，这边，对不对？接起来，好，再往下四格，有没有？这里接这边，这边接这边，一样画到水平的位置就好了。啊，
好，这里要把它接起来。好，好了之后，这里一样三格。好，所以你看看。好，来，所以你去看，这样子有没有？实际上你根本不用画到这么多格。哦。你在用消音哦，海外影片要黄标。好的呢，我还剪呢，你这样就怕这些无盈利啊。好，来 ，OK， 所以你可以看，很快就可以画出来了。啊，可是要怎么不要画这些格子？好，我现在做一次哦。不要画格子怎么画？来，你注意看，有几条线哦。不要画格子的话，你可以看，你只要知道这个点，知道这个点，知道这个点，你只要把这些画出来就好了。啊，所以你注意看，一样，三角板拿着。好，来，一样从这里开始画。我现在画过程线哦，好，好画过去。这边是六，好，记住，啊，松开，取六，好，换这边。好，取三，好，上去，好，好，好，这边取三，等一下，因为离太远。好了吗？对了吗？你就是把结构画出来。啊，这边三。这边一，哦，这边取一，啊，这个，我就是先把所有的直线先画出来。啊，好了之后换这边，等一下你不用紧张。啊，三，啊，来，好。实际上，我只要放这些线就好了，其他的你注意看。好，用黑色，这不要是软的呢，是软的吗？有一点。啊，青菜啦。你就红色吧。来，你注意看，我就是把
有没有？这两点画出来就好了。再来，换这两点接起来。哦，在水平的位置画垂直线，有没有？好，这里是直的，这里是三公分，有没有？再画过来。这里再对这里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可以举起来？有没有？再来换底下，我往下四公分，这里是只要画这样子，哦，好，再来这里接这里。你看，只要画这一些线，啊，斜的，对不起，所以没关系，啊，哦，这个的，好了，板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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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这里画，我忘了画一个两公分的对下来，这个点，等一下用酒精擦一下就好了。好，有没有？所以这样子就画出来了。所以我说哈，结构没有很复杂的，你就不要一直画，想要画这个啦。但你这个不会，你不会，你就画这个。可是如果你空间感比较好一点点，其实就是把这些直线先画出来。你要的点，这里，这里，因为这里要接嘛。这边要接嘛，就是这几这一些点把它画出来，你知道吗？你就可以把，啊，其实你只要把等角线画出来，啊，大概这一些线，你就可以把它画出来，知道吗？啊 ，OK。